患者朋友自己能做的这种清洁口腔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刷牙。刷牙呢，其实也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学问。刷牙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口腔呢里里外外刷得非常的干净仔细。但是呢，不管我们做的多么仔细，总还是有少许的遗漏。龋齿呢，又是一种细菌感染性的疾病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能达到口腔呢无菌的环境。本身龋齿呢，它不仅跟细菌有关，还给我们进食的食物、牙齿的形态，包括这些东西在口腔作用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。很多患者朋友呢，认为刷了牙就可以一了百了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你的饮食习惯如果爱吃甜食，都会导致龋齿的发生加快。